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前面快噶嘛，咁啊有呢只发财宝都相当快，咁啊中间闪耀荣光啦，出边有同乐日，最出就团结精神，马林中间咧就挚爱啊，近似腾云啦，咁外边紫色衫咧，仲有呢只鹰之星啦，埋边粉红眼罩美丽甜心啊，咁啊后啲嘅马啦，先有骏神啦、印水子啦，同埋呢只高明骏将啦，尾三位置度身订造，后边两只就系呢只旺旺龙啦，同埋一只以战养战啊，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前面咧就系呢只团结精神带啦，近似腾云第二位内栏，第三就同乐日啦。中档第四有呢只闪耀荣光啦，外边就挚爱啦，咁啊响出边咧仲有呢只鹰之星啊，等紧入边咧仲有呢只就系发财宝啦，后多少噶嘛，仲有呢只高明骏将，亦都喺大外档又追多少噶。好啦，正就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中档位置有呢只近似腾云啊，同落日慢慢上紧嚟啦，外边位置有闪耀荣光，出边有鹰之星冚啊，最出仲有只高明骏将啊，埋边发财宝仲系稳紧位，最后百零米鹰之星啊透出咗噶啦，埋边有同落日。原埋边追紧上嚟，仲有发财宝出边啊，高明进将啊，接近终点，鹰之星赢啊，跑第二名都追好多啊，发财宝第三名同乐日同埋高明进将要影相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只鹰之星，咁啊上次赛事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走势，转过嚟转弯嘅赛事沙田千二米夜马发财宝，咁啊系咪攞位有啲礼计咧？第二追好多，同乐日高明勇进影相争第三。贏馬14，英之星李景國賽前啊，再整貨閘啊，姚本輝啲馬又嚟啦，發財寶啊失咗一輪嚟嘅，第二